大家好，我是冯冯，然后我的身高是160公分，体重是4公斤，我的血型是 O 型。我会先救10亿美金，因为我拿了这个10亿美金，我那个男朋友一定会死命的爬上来找我。遇到鬼。因为就我不想男朋友出轨啊，遇到鬼就也还好，因为我没做亏心事，遇到鬼没差。附身那种，附身在我身上吗？附身在我身上，那就可能要去凉凉这样子，反正就带他去他该去的地方啊，就是指引他去他该去的地方啊。对啊，我在床上有说过谎话吗？有。说过什么谎话？说过什么谎话？很多啊，比如说，可能你好大之类的，对之类的。那我碰得到东西吗？可以，非生命体碰得到。非生命体碰得到，那就是可能装鬼吓他了。对，反正偷看他手机。现在我家，那也是装鬼吓他，就很无聊。多久一次比较好？就是刚好这样吗？我觉得3天一次，然后一次半小时差不多。谢谢，拜拜。